아, 오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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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싸워. 太好了，好香哦！啊，学妹，哇，学妹，学妹，原来你有今天啊，学妹，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啊，杰哥，杰哥，我靠，哎靠，哎，这次的时装他妈都超香哎，我什么时候出你演的？对，什么时候出你演啊？靠呗，真的有够香的哇！你看这个脸，哦，你看这个眼神，你看这个扫，这个扫火，你看这个动作，哦。再看看这个，哇靠！我当初就说特米米超骚了，好不好？特米米根本就是个潜力股，好吧？原始不够，操！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萨克，是你被游戏耽误的保险业务员，欢迎回到萨克的方舟人师傅。今天来带大家用最少的人数来通关密林汉江最重要的关卡，让你刷海胆刷到爽哦！就让我们开始吧。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队伍，准备四二姐和泥岩。那泥岩的练度呢要高一点，才不会被法师太快给剁死。开局呢，我们存好费用之后呢，就放下泥岩，然后呢就没有事情了。这时候呢，看你要猜猜香菇之类的，随便你啊。那左上角呢，第一只大鳄鱼出来的时候呢，直接用四二姐敲掉，对，降低泥岩的压力哦。四二姐的 CD 一好呢，马上丢下来拦截大丑，把它给敲掉，那基本上就没有事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击死的快乐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六九之力呢？赶快丢下四二姐，紧急收尾哦。以上呢就是 R8 双人现代队的打法，那海胆很珍贵啊，赶快多刷一点点。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